就是叫做世界真特别啊！同基土王星，同基土下下变王星，也做阿维月地菩萨啦、啊。这句话不得了了！啊，这句话若是真正明白的时阵，伊彻底呀放下，也老实念佛啦。啊哈！迄、那个阿维陀菩萨，若亲像释迦牟尼佛49年所教的经的时阵，迄是到法华经毕业咯。啊，统计49年学习毕业咯，正着发心，伫即个法门一句好，啊，偌久？你看咱伫实际上去看。你看净土圣贤咯，你看往生端啦、啊，绝大多数，我看的时阵差不多是超过三分之二，3年呀、啊，5年呀、啊，伊就净掉咯。释迦牟尼佛传着你的时阵，也得要49年才会净掉，这个法门唔免人传。家己3、5年就净掉了，你想看嘛？这是什么法门啊？然后你才会去体会到，为什么诸佛如来赞叹阿弥陀佛讲：“佛中之王，共中极尊呢？”啊，这两句话是释迦牟尼佛代表一切诸佛讲出来。难啊，最难难的什么所在？摆在咱面前，咱唔捌的啊。修净土人偌济呢？这还创好清楚，创的明白有几个啊？真正创清楚、创明白，虚心大地。3年5冬就会去做佛咯，原来共款呢？你对这世间要有什么留恋？哪有这种道理啊？啊，真正听悟了后，就得净土咯，就得净土，甲注意讲。你想什么时阵往生，就什么时阵往生，无障碍啊！伫即个世间要加大几领，那是为什么？为苦难众生啊，为着帮助因啊，这是什么有缘的人啊？你甲众生有缘，你有即个境界，你袂当赶紧走，你也得阁提拔的。这有缘的众生啊，如果无缘，无缘你可就走去咯。什么是有缘？也有人真正听你的话，真相信你啊，真正会依教奉行的，就是有缘啊。不是梦中不舍一人啊。也有一个有缘的人，你就拢爱照顾伊。啊，安怎照顾？甲即个事理因果啊，讲互清楚，讲互明白，这叫照顾，毋是别项诶照顾。啊，你会讲清楚，讲明白，先多家己咯。你真诶毋是假，家己得到诶利益7分。别人得到你的3分啦，
安尼是啊，咱就会当去体会着历代正宗遮个祖师大德因啊，因甲咱表现呢，做正宗学人的榜样，做大乘佛法的楷模啊。我烦啦！这是啊，实实在在、稳稳当当一生生活的方法啦、啊。啊，别个法门虽然好，我拄则甲诸位报告过咯。释迦牟尼佛49年，一步一步的教学。这达到啊，顶峰啊，就那带这囡仔同款，对幼稚园、小学、初中啊、高中啊、大学啊、研究所，才摕到博士学位啊，真辛苦啊！这个莫了49年带人是安尼带法啦，正宗大大无同款啦，啊，所以是特别法门啊。诸法必要啊！所以这是听到无教的不缺这个机，那就袂当该谈这法门哦。